OK，我相信各位都知道，史莱姆。Shit，我把我的饮料弄倒了，完蛋了！Oh my god，that's not a good thing at all。OK， 我相信各位都知道，史莱姆这种生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奇特。各位可以来看到我现在打上的指令，我现在如果召唤一个大小只有零的史莱姆，熔岩史莱姆的话，它的难要挑战它的难度是零 ，very easy。如果我们把它的大小改成三的话，就是我们平常可以召唤出来的最大一个大小，他要对付他，挑战他会变得有点困难，微困难，不过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。但今天如果我们把他的 size 大小调成50的话 ，the world is ended。你们可以看到这个可怕的史莱姆就已经没有人可以阻挡了。好，我们现在给我们自己的一个移动加速，然后我还要再给我们一个 jump boost， 有懂吗？对哦 ，jump boost。50等着 ，Oh my！ 我们可以现在可以追得上他了，所以说我要尝试挑战他。不过挑战他似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，因为你他妈一破他你就死了。他现在甚至已经不把你当成目标看了，你他根本不会来追你，他只想过他自己的人生。私は常に心の平穏を願って生きてる人間。你唯一杀掉他的方式就是把所有生物都杀掉。你唯一能杀他的方式就是这样，然后我们必须一直不断的重复。一直不断的重复，一直不断的重复，然后你就会发现有超多只、超多只、超多只的啊啊啊啊 ！Why don't you just kill yourself instead of killing them？ 同样的道理，在 SSN 里面，也就是超级怪物大乱斗里面，你的熔岩史莱姆一旦到达那个大小，你也是一辈子杀不了他，他会直接自霸整个战场。Hot, hot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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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ot
他会直接自拔整个战场。
不过前提是你要杀得了人，杀不了人的话，你就会像影片中的一样。Somebody touch my spaghetti! Okay.